最有效的 CO2 mask 只有日本有这个专利的，是必须要 A 加 B 剂沟埋，它就会产生了这个住氧，不停为你的皮肤一路注入这个养分。当你 A 加 B 剂铺了落面之后，它呢就会形成一个结晶体，封住了你的皮肤，等那些养分一直这样打入去你的底层那里。究竟现在这个样子之后敷完会变成怎样呢？提醒大家记住一定要连续敷晒一盒，即是六次，敷完之后就包保你变 BB 机了，整个结晶膜咁样噶啦。咁我而家咧就将佢挂出嚟啦。基本上咧好简单，你用翻佢跟呢一个棒棒，你睇下几就系咁样。嗱，你见唔见到？其实变咗一块膜噶啦，已经非常之清晰。最紧要系咩啊？见唔见到剥咗嗰块皮下面嘅皮肤？见唔见到？啊，一路一路跌咗嚟啦。等整剥埋俾大家望先。我之前敏感都好啦，我敷完之后咧暗疮啦、暗粒啦，同埋嗰啲啊，最紧要系暗哑，你会见到自己极白。OK。嗱，咁我而家咧啱啱咧就洗完块面啦，见唔见到？哇，好有光泽感啊，掂唔掂先？嗱，敷完呢一个 CO2 mask 咧，就系会有呢个好似 BB 机咁样的零毛孔啦，劲有光泽感啦。